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《阿波回来了》。再点这个青辣椒，吃顿好的啊！
单，喂，刚才吃香过了，又是一道好菜，够香的。今年第十，做错菜，别的。妈，吃来什么肉啊？鹅肉，吃吧吃。你怎么这会想吃鹅肉呢？那你以前不是喜欢吃鹅肉，今天买了一个。多吃点啊！来一个那个。我不吃也就输了，香的很。这个推一个给你，来，给小哥，小哥吃吧，来，给你吃，飞机的，帮忙老弟，啊，爸，你要吃什么？羊奶嘞，慢慢来的，慢慢冷，慢慢点，烫着，不会热香的，好吃，是的，来，很烂的，这是蹭阿坤的来，好久没吃鹅肉了。你给他，我也有给。就梗住你这一个，两个有少吃，两个少吃。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有少吃，有少吃。我有了，我有了。哇！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了，我有了。慢慢吃。先放着，慢慢吃。他是你的文。我也都有给的，不能的话，慢点，弄点汤汁。这鹅还是很鲜的，很香，好吃的，鲜的很。我在外面也没吃到这种，慢慢吃，还是吃点，来，多回来嘛，一年都一年多路回来的，这你也有回去的，我也舍不得你回去，哎呀，我常来的。